上回动议要忙处理啊，怎么主席跑掉了？其他主席怎么不见了？主席跑掉了。因为你们早起来，因为我们要过去，所以当然反正就是三个星期。现在休息时间，希望我耳朵也能清净。我们今天这个司法委员会诞生了一位神盾局局长，啊，神盾了。现在那个报告哈，我们神盾局局长目前已经神隐二十分钟。这嘉宾进洞哎，这给你们管啊！哎，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啊！郭董事长，你们家瑶瑶是我今天看到最有礼貌的一次啊！超过二十四小时再去派出所报案，要赶快要修法，要现在还不用报案，历史会帮你们鞭尸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笑了，好。好，谢谢柯总召的发言。接下来，好，现在休息，进行协商。你们提四十次，我们提一次。一起好辩才，一不得已啊！罗志祥每次都要点名到我，让我做一个稍微稍事澄清，很简单。你们以为我会想提这个东西？因为你都是帮我说执行嘛，这条也不能跟他讲，你都可以带头，我也能提。我说可以带头，你还怎么满意啊？所以呢，我叫赵成起来，因为你们赵成起来，因为你要过去，所以当然反对，只有三个东西可以维持。这价值是不一样的、啊。现在休息时间，希望我耳朵也能清净。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总召的价值就是绿能你不能，你可以四十次，我们就可以一次都不行。所以我要回答一下。今天我没有。散会动议应该忙处理，怎么会休息呢？散会动议要忙处理啊，怎么主席跑掉了？主席他主席怎么不见了？跑掉了。书面啦，给书面啦，提书面啦，怎么这？已经书面提供啦。要马上处理啊！主席失踪啊！总召叫回来啊，忙处理。勇敢面对啦。对啊。好。不然总召你看派一个代理主席啦，对。不用啊，三位东西立刻处理啊，不用等谁。对。叫那个柯总召面对现实啊，叫他赶快回来，现实疾风暴啊。各位国民党委员，叫你请咱好、哦、柯总召面对报佳音，面对了，总召出来面对了，对得起自己良心吗？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一上午您的高委员一脸无奈，内心挣扎。我们今天这个司法委员会诞生了一位神盾局局长，啊，神盾了，属盾，对，对，我们尊敬他，尊敬的神盾局局长，对，一看到三回东西就神盾了，属寸，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主席滥权？对，然后也没有宣布说休息时间是多久，然后自己跑去休息，所以我们可能应该要。发起一个那个谴责主席的案子，哦，不能用谴责，要送纪律委员会。对，那所以我们要选个代主席出来。这样，我这边来现场人数来选一个代主席啊，我公推我们的柯总召，说到代主席吧，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个我们的神盾局局长跑去哪里了。去。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5条。会议进行中，主席得酌裁时间宣告休息，这是依照议事规则。是，但酌裁时间必须要明定，它是什么时间？为什么？什么叫酌裁？你要了解国会的运作了。奇怪，真是违宪乱政。这何来违宪？你要了解那个陈罗志祥委员又 Q 到我，说不出来，公说没说啊？我最尊敬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。九六真真旗下非常有缘分，那今天这个缘还在哈、哦。那，总召问一下，对我们的会议外询问了哈、哦。我们神盾局局长钟嘉宾主席大概要神盾到什么时候回来？立委还没有神盾局啊。今天诞生了、啊、神盾局局长、啊。主席开了四大裁决权，这个在立委从哦民国78年阿扁的时候开始，那时候那一届开始，到沿用到今天。
主席常常在议事有冲突的时候，或是他觉得他要维持秩序，或者让另外任何原因，他可以休息。今天秩序非常好、欸。他可以协商，因为今天秩序有一个发生。今天秩序非常好啊。对现任秩序的冲突，也就是说要好好审这个国会改革方案，就国民党要很散会，这何其可惜啊！不会啦，你们都喊40次散会动议，我们喊一次而已，那好不好？40次都是合法合宪，一次也不会过分。价值意义完全不一样，你是阻碍会议进行，你现在还是在阻碍会议进行，不让我们进行讨论嘛？你们的省政局局长不见，是帮助会议进行。对啊。44次帮助会议进行，然后神盾局局长不见，也是帮助会议进行。中央兵打电话来了，叫跟大家勉励一番呐、啊，哦，等他接哦，哦，然后那自己关心，啊、哦，那不要杀人勿躁，一番从来就是如此。对议事规则运作，没有人可以抗议。监听别人，总之让我报个时好不好？报一句话，这个报个时哈。现在那个报告哈，我们神盾局局长目前已经审议20分钟。好，我接下来就是每一段时间帮大家报告一下。认真报时没有错。神盾局局长钟嘉宾审议20分钟，看到三位动议，立刻秒变神盾局局长。逃之夭夭，对，不见，完全不见蛋了哈。看立委，二十分钟了哈。各党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神盾局局长哈，可以神盾到什么时候？没有关系，啊，你们开，你们40次散会动议，我们都帮你处理。看到散会动议一次，立刻帮神盾局局长。立委要成长，佩服钟嘉宾，好，佩服钟嘉宾，啊，看到散会动议，立刻夹着尾巴就跑了。过去你们也是如此，大家都是如此。你们协议人数多数，不让进入审资料审查，不让你们怕你们版本受到严重挑战，愧对国人呐、啊。所以现在是休息时间吗？对啊，现在休息时间，然后主持人现在是法学教育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请那个我们沈柏阳教授来跟你讲一些法学教育，可以吧？小教室就好，不要大教室。报告柯总，现在休息时间，我们就不要。那那个钟主席也没有比较大方啊，对哦 啊你们有吃水果，他也没有请我们吃水果。拍谁了？应该要让那个钟主席请啊，他自己去休息了，然后都没有顾到我们。这种主席其实真的很不称职。谢了啦，不用了。没完了，该嫁了，该嫁。这样吃人熟，不用改，之后再回就不好批评了。有来有往啊，无来轻松啊，该啉的就该啉。这吃民进党的，这给恁管啊。谢谢。哎。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啊！你们嘛，只要听我转一下，我反正教育一下好不好？那后面的人，我看他都每一个都快要拍手，这个反正教育不错啊！宪法教学好不好？各位要面对历史的一刻啦，逃避不是方法啦，逃避不是方法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这是经典的诠释啊！是因为你主席，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位的主席，我们柯总要跟你喊话，逃避不是办法。柯总啊，出来面对吧！柯总啊，你们家瑶瑶是我今天看到最有礼貌的一次啊！好吧，和颜悦色啊！谢谢，站起来敬礼一下好不好？我很想谢谢吴委员，一直保持这种，我们以下的态度都是朝野和谐，好好讨论，心灵善目的，受过，好好非常乐意，永远这么那个。这不叫礼貌，这叫善意哈，好不好？不是面善心善的，需要礼貌。我们都一直急着哈，让立法院的立法品质能够增加，所以不断的争机会，要好些交易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是坐在那里滑手机，好不好啊？
要上台合个影子也可以啊。立法品质的前提哈，主席要在上面了，主席都不见就沒有立法品質。主席来，你现在上回在跑啊，在跑啊，这怎么？这大家看得很清楚啊。司马昭之心啊，不能皆知啊。啊哎、欸，对对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他们是、啊、主席就回来给大家看，主席回来他们就要提升会的。你自己黄鼠狼当久了都不晓得自己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刚刚沈委员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，都陪在这边等待主席啊，看他对啊，这个是逃避到哪里去了？你看我们现在连会议询问都不知道问谁了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我们的沈委员就会议询问，没有人可以问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大法官在啊，那你走错了，你应该去司法院，不是来立法院的。找我讲，我搞这个东西又跑上去了。我可以做各位手机问题做统一解释，但是我绝对不是大法官。各位了解，我觉得我们大法官是一样做法，当然就是给我修掉。立法院不可当大法官。现在司法院院长。过去几次朋友是这样，我把他修掉，立法院不可大法官，因为立法院都有蓝绿的，不可以啊。那个，但是我可以当你们咨询对象，老柯啊，老柯啊，我们决定支持你了，真的。对。如果谢长廷，我们一定不同意了。对对对。柯建铭的话，免予同意。绝对同意。免予同意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的那个备用主席，我们的招委吴宗宪代替一下好了。主持节目，对啊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如果怎么在立法院开天窗？你如果说宗教聘职行政局长那。吴宗宪就上落市了，他这个弹指一下，哦，人口少一半。等一下你一弹，我们这个整个社会法制委员会全部就灭顶了。我还只灭一半而已啦。这个总召，你兼主席好了啦，来，请上座。跟各位讲。星海罗盘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啦。你是各自解读。1920年到1922年呐、啊，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总统，就印度总统甘地，他两次，1930年做到1934年，他讲什么？爱和平，非暴力，非暴力。秘书长，我们是不是之后应该要修立法院议事规则？像这种主席。因故不能逝世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选主席？可以请立法院。他还活得好好的啦，他还活得好好，没有不能逝世。故是代表可能有任何的事由啊。请注意哦，阿弥陀佛。没有啊。故这个算中性的，中性用。对，这本来就是因故不能逝世，这个是。哎，刚才请你们喝咖啡，不要说我们的主席因故不能逝世，不太好啦。好，不要啦。事故啦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总统解释，没有改选的事由，好不好？超过24小时再去派出所报案。现在还不用报案。我看我来演你一个。现在才多少？演你一个规定。一个小时而已，他现在才失踪一小时吧？好吧，就让他继续失踪吧。超过24小时，我们再协助报案好了。